再坚强的男人，面对这两个女人，内心也会变柔软。有人说，作为一个男人，最不能得罪的是三种女人：一个是你的女儿，一个是你女儿的妈妈，另一个是你女儿妈妈的妈妈。而在这其中，在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总是会内心一暖。他们是我们最不能割舍下的人，是我们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人。这辈子能够得到这两个人的关注，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和快乐。男人很难，但是他们的快乐却很简单。只要是爱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在身边，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再坚强的男人，面对这两个女人，内心也会变柔软。能让他放下戒备的，除了母亲，还有一个女儿。除了母亲，一个男人最爱的还有自己的女儿。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开始，这一个流淌着你的血液的小姑娘，就这样承载着你的希望，慢慢的成长起来。有时候男人见证着孩子的成长，也见证着不可思议。一次次从孩子这里带来的欢声笑语，一次一次牵动着男人的心。小小的一只那么可爱，有的时候甚至是想着想着，这样岁月静好就可以了。对父亲来说，女儿才是自己最割舍不下的人。当自己的小白菜被撅走的时候，父亲的绝望和心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体会不到的。这样的爱是伟大的亲情，也只有真正爱你的老父亲才会有这样真切的感受。母亲是男人最放松的归宿，有母亲挂念的男人是幸福的。男人也是老小孩，在自己母亲的眼里，即使是走得再远，成就再大的男人，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也只有在母亲身边的男人才是最安心的。那心灵最深处的羁绊，现实逼迫着我们成长，但是时间却永远无法改变我们的内心。有母亲的男人幸福感来自于，即便相隔再远，也有牵绊，也有人牵挂着你。其实有时候人所追求的很简单，除去了生活的艰辛，剩下的就是与自己的亲人相伴。人是一种感情脆弱的生物，正是因为如此，亲情才在他们的眼中显得异常的珍贵。这不禁让我想到了爱卿的大雁和我的保姆。只有一份母亲的爱才能够是那样的伟大，滋养着我们成长。不要总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支撑一片，在你累了的时候，疲惫了的时候，你还是愿意回到母亲身边歇一歇，这就是我们永远割舍不下的牵挂。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在女儿面前，外面再强硬也会变成小孩子。女儿永远是父亲最贴心的小棉袄，有时候一个坚强的父亲也只有在自己的女儿面前才会显示出最温情的一面。父亲永远会将自己的小姑娘捧在自己的手中，不会让他们受到一点点伤害。对于女儿来说，父亲永远是那么的伟岸，就像是一棵树，永远能够在不停地帮助着他们。那是一种踏实的感觉，只有父亲才能够给他们这样的感觉。而对于父亲而言，这样的依靠是对他们最大的信任，也只有自己的女儿，他们才会主动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做一个最完美的父亲。这就是父女情，也是人世间最宝贵的感情之一。即使是再坚强的男人，也会懂得自己内心究竟什么是最重要，他们所珍惜的永远是最割舍不下的。这就是亲情，一个是赋予他们生命的人，一个是他们最放心不下的人。这是一种牵挂，人生只有这两个女人陪在一起才是完美的。